来，尝吧。怎么样？不行。又不行？哎，重做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还是不行。100分。啊，100分。那就说不行了啊。满分120分。不行。我说和尚，你是不是诚心整我呀？你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老是不行。行了，你不用再做了，因为你再做几遍也没有用的。我看你们郑家三代银刀封号，只怕是浪得虚名哦。我说和尚，你可以骂我，但是你不可以骂我们郑家。就凭你这种功夫，就凭你这种功夫，我生平最推崇最敬仰的郑百味银刀御厨，不过是个欺世盗名之徒罢喽。你还在说我爹？我偏要说，而且我还要说。有一首诗是怎么念来着？一门五御厨，祖孙三榜眼。还有这个你再唱啊。永远排第二是个郑老二。我还会念后面四句呢，叫什么？金刀满天飞，郑家追不着，浪得银刀名，神仙都跳。你给我闭嘴。对我兄没有用，你要是真有本事就做出一道像样的菜让和尚我瞧瞧，否则不但你自己丢脸，就连你们祖宗十八代的脸都让你给丢光喽。到时候我还写诗，我写个10首8首，我歌颂你们郑家子孙的无能，我让世人传唱。我怎么了？我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我告诉你。这孩子心性未定啊，恐怕难成大器呀。百味兄，我已经尽全力了，原谅我。太咸了，太咸了，上轿了。上轿了，是我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宝厨啊，你怎么看起来像好几天没睡了？像只大熊猫。起来，来。我是好多天没睡了。怎么了？你失眠啊？失眠？我郑宝厨从小到大就没失眠过。那，你干嘛？我办正经事儿去了。正经事能告诉我吗？求求你，求求你了。我这可是天大的事儿啊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可别告诉别人啊。我保证肯定不是，守口如瓶。我练菜去了。练菜？练什么菜呀？我练菜，去参加斗菜大赛呀。你要参加斗菜大赛？你行吗？你们可别门缝里把人给瞧扁了。我郑宝厨可以说是煎炒烹炸我样样精通。不会是样样稀松吧？算了，就算练菜也不能不睡觉啊。我看呐，你还是回家休息吧，不要把身体搞坏了。
放心吧，我身体好着呢。好啦，别逞强了，回家睡觉去吧。管家那里我替你请个假好吗？那我回去了。好，去吧。去吧去吧，走了。老公师傅啊，来喝水喝水啊。谢谢。请坐请坐。谢谢。说到宝厨啊，我做他娘的最清楚了，这孩子本性不坏呀，就是凡事呢没有一个定性，总是爱耍小聪明。大师傅啊，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。哪里哪里，嫂子真是太客气了。我们郑家呢就剩宝厨这一根血脉了，还望大师傅善加调教，好让他有朝一日继承父业，光耀门楣。辽空自当尽力，只是宝厨这些日子练习下来，总是不肯用心学习，总是敷衍了事，眼看比赛将近，以贫僧之见，只怕会有负嫂子期望了。好你个臭和尚，你趁我不在跑过来向我娘告我一状啊。宝厨啊，不能对大娘你别管。我最近受这臭和尚的整，我受够了，还说我不够用心敷衍了事，我看根本是你乱教一通，误人子弟。哎呀宝珠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堂堂银刀御厨之子，我做菜用不着你教，你还是滚回大觉寺做你的臭和尚去吧。你阿弥陀佛。一碗清水，清水一碗，谢谢。阿弥陀佛。老空师傅，老空师傅，老空师傅，赶他走。老空，你这孩子啊，你把老空师傅给赶走了，斗菜大赛怎么办呢？好了好了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你，你能想出什么办法呀？总之，我是不会让郑家丢脸的。陈公子，有时间再来。没问题。我觉得你是你们怡红院最漂亮的。是吗？再见。这位公子，这位公子，走，我们到里面去。哎呀，松手啊！来嘛。哎呀，松手啊！我没钱嫖你。没钱？没钱的人比有钱的鬼还惹人嫌。快滚！虽然你是妓女，也不用这么现实吧？只要你公子拿出钱来，让我做牛做马都行。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对呀，只要有人肯给我推磨，还怕我拿不到全省斗菜第一？对呀。秋冬四个姑娘都陪着你，来来来，快给她斟酒啊！来来来，再喝再喝。
公子，来来来，郑公子，再来再来。啊，来，好好好，这个，废话就不多说了。三天以后，啊，你们春夏秋冬，啊，任凭我，调遣。啊，真的。我这杯，没事儿。哎，这个郑公子，现在来了。不会，不会，不忘了。哎啊，那千万别忘了啊！三天以后啊，三天以后，三天以后啊，等你，郑宝厨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郑宝厨。加油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佳瑶，没想到你吃喝嫖赌样样都行啊！佳瑶，你别误会我，别解释了。刚才我听得清清楚楚，什么春啊、秋啊、夏呀、冬啊，还挺全。郑大爷，你不仅嫖妓，嫖的是四季哦。四季？真的是？不，我不是来嫖妓的。加油，加油！行了行了，加油！等着你啊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，你等等我好。放开！你干什么呀你？加油！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食色性也，用不着解释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是嫖妓啊。那你去布施啊？意思是一样的。不，我是那个，就是那个。你别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事情我不想听。哎呀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干嘛听你解释？哎呀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干什么？你误会我了。我告诉你，全天下的人都可以误会我，唯独你不可以，唯独你陈佳瑶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因为什么？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加油！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加油！他不是跟我玩真的吧？不过，他有的时候还是蛮可爱的吧。要是他不是跟我玩真的，那他肯定是在逗我。要是他不是在逗我，那他肯定是疯了。对，他肯定是疯了。佳瑶，佳瑶，想什么呢？没有啊，畜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还说没想，刚才我家小姐叫你啊，你都没听见。对啊，我真的没想什么。哎，对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有事一定要告诉我。我这个人没有兄弟姐妹，如果你有什么事告诉我，我一定会为你撑腰，好吗？没事啦。真的没事啊？真的没事。你真的没事就好。是我我有件事想问你。佳瑶，你觉得郑宝厨这个人怎么样啊？啊？郑宝厨啊？啊，你觉得他好不好？郑宝厨，郑宝厨他疯了，疯了啊！陈师傅，管家，有事吗？老爷在大厅，请你过去。老爷您找我。爹啊，凤展你也来了。对呀，我正在佳瑶房里。看来你们俩的感情是越来越好了。这样不好吗？好好，凤展你有空 跟佳瑶好好学学做菜，学好了以后啊能嫁个好人家啊。爹。对了，佳瑶啊，这个比赛的事情你准备的怎么样啊？我不是在催你，只是比赛的日子快到了。老爷您放心，我早准备好了。那你准备做哪道菜呀？菜名啊叫做樱桃肉。哦，
樱桃肉。嗯，哦，这菜名就很吸引人呐。对呀，我最喜欢吃樱桃了。告诉你们吧，这道菜是用红糯米烧猪肉，然后呢，再用蚕豆米加上樱桃配味，可以说是色香味皆美的一道菜哦。哎呀，听你这么一说，老爷，哎，老爷，我能不能试吃一下？嗯，现在啊？当然了。那好吧，我现在就到厨房给您做，等会儿啊。哎，那我们就跟着到厨房去看看热闹吧。啊，爹，你嘴这么馋，也不怕佳肴笑话？那好吧，咱们走吧。哦，太好了。哇，真是芳香四溢，叫人食指大动啊。这道菜啊，卖相真的不错呀。哎，老爷老爷，还不赶快尝尝。好。好。尝尝尝。对，尝尝。哇，怎么样怎么样？这肉很好吃。您别噎着，老爷再尝尝这樱桃好不好吃啊。好吃吗？好不好吃啊？这樱桃可是极品呐、啊！老爷，您不愧是尝遍天下美食，连这个都尝得出来。爹，我看这盘樱桃肉应该无人能敌了吧？这第一名已经产生了。啊，好棒啊！掌门们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本来是想请您来试吃的，没想到让你等了这么久。哎呀，陆大人不用客气，既然这样，咱们边聊边等喽。哎哎，哎呀，怎么才来呀？来来来，搁这儿搁这儿。大人，扎兄，这道银丝烩要趁热吃啊，您尝尝。医生，你就拿这菜参加比赛啊？大人，扎兄，我这道银丝烩，到时候保证是无人能及。你尝尝，这不就是普通的炒豆芽吗？大爷吃过。Very good。不会吧？不至于那么难吃吧？话都不会讲了。我是说太好吃了。好吃，哎，大人，您也尝尝。我尝尝。对呀，这美味你是怎么做出来的？这道银丝烩啊，看似普通的炒豆芽，实际上这每一根都是我用细针仔细的掏空，然后再填上苏州的鲈鱼油。真的吗？这做工之细，无人能比呀、啊。太神奇了。是啊是啊，真是神乎其技呀、啊、这次斗赛我汪医生一定能够技压群雄。汪兄啊，这个佳瑶姑娘可是个女流之辈，你可别栽在她手里，那可真是没面子啊。哎呀，儿子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儿子，哎呀，哎呀，歇会儿歇会儿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快过来过来，歇会儿歇会儿，来，你看看一身的汗呢，快坐下，儿子，来喝口水。谢谢您。哎，坐坐坐，坐下，来，那擦擦。我说儿子，明天就要比赛了，可是这几天呢，我也没有看见你在练习，那你拿什么参加比赛呀？哎呀，爹。哎呀，娘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哎，对了，
娘，那根玉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了空师傅那儿，你是不是应该跟人道个歉呢？娘，你就别提那个臭和尚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娘怎么能够不提呢？不是娘说你呀，你那天对了空师傅的确是太过分了。娘，我说错话了吗？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，凭什么人家平白无故的要帮助咱们呀？啊，不提这次豆菜，就说上回了空师傅教你的那个什么臭豆腐什么面呢，咱们的确欠了人家一份情啊。哎，娘，你就别再说了。哎，我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上回了空师傅说的错吗？人家在用心的教你，可是你没有用心的学呀。知子莫若母，为娘的还不清楚你吗？一提到做菜，你就随随便便敷衍了事，你呀、啊！娘，你就别再说了，行不行？娘，哎，我，你干嘛那么大声跟我说话？我是你娘啊！哎，和尚，啊！随喜随喜，哎，啊，来了，最后两道菜，哦，好香啊！哎，好香，不许偷吃啊！是师兄，好香啊！啊，宝厨，来来来来，跟我来，来来来，进来，哎，坐。走啊，不送啊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有两句话要跟你说。第一句，你以前教过我做菜，算是我欠你一份人情。嗯。第二句呢？第二句，明天的豆菜大赛我还是会去参加，而且呢，我不会给我们郑家丢脸的。啊，说完了？说完了。哦，谢谢，再见。哎，哼，这小子哪根筋不对了，跑到这儿来丢块肉就走了。嘿，是我做的，火腿春笋一出现，滚，都给我滚。管家啊，在，这个就是你给我找的那个好厨子。大人息怒，属下一定继续努力到各地寻。得了得了，等你找来啊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属下无能，属下该死。行了行了啊，明天不就是那福建的豆菜大赛吗？对呀，啊，老爷您还是评审官呐。本官就不信了，我就不能在这个豆菜大赛上找到一个好厨子。
现在宣布，福建省第一届豆菜大赛现在正式开始。谢谢鲍大人。首先有请总督大人。福建第一届豆菜大赛现在开始。首先介绍评委，第一位金广湖菜好炒蔡老板。多谢多谢，不敢不敢。第二位真好吃甄老板。谢谢谢谢。第三位好味道好老板。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参赛选手入场。豆菜大赛限时一个时辰，比赛现在开始。好像对那个汪医生很有自信。是啊，扎先生，汪医生乃曹大御厨的掌门大弟子，这次比赛虽说不敢稳拿第一，但也是十拿九稳呐、啊。哎呀，不是吧？我看这之后恐怕还有变故。有变故？啊、好，好、啊，好、啊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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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战爷了啊！加油！加油！银罐掉进去了！完了完了，成了超贤龙凤羹了。娘，绝笔信。哼，我就不信这封信感动不了那个兔崽子。哎，我又不是要自杀，干嘛写绝笔啊？哦，我决定离开你了。那天你对了空师父的态度我实在看不过去，我的话你也听不进去，我对你已经彻底失望了。啊，儿子，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大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你不用来找我了。娘，绝笔。我的玉钗呢？我的玉钗呢？宝珠，一定是宝珠拿走了我的玉钗。臣到，上菜，陈家窑樱桃肉。都没有，中看不中吃，撤，拿下去。是。啊！哎呦，没事了，没戏了，加油不行了。看看我王医生的了。樱桃肉，来尝尝吧。你看他们吃，他们评委看他们吃怎么样？肉皮若樱桃，红而油亮，樱桃晶莹，相映成趣，豆似翡翠，绿中点红，肉无香，桃鲜，味儿美。哎呀，真是佳作，真是佳作呀。哎，蔡老板，你小点声。怎么，你没看见总督大人的脸色吗？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怎么没有一道菜让总督大人可心呢？这哎呀，第二道，汪医生银丝会。汪医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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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医生。
胜，必胜，我已胜，必胜，我已胜，必胜。这不就是炒豆芽吗？就这玩意儿也来抖菜？去，拿下去。银丝会，王医生做的，来着。看看，没有用的，点子下完了。哎呀，连这等美味，总督大人还嫌呢？这脸上怎么一点笑模样也没有啊？怎么弄啊这？哎，蔡老板。我听说这个总督大人得了什么什么什么侍卫症。侍卫症？得了侍卫症，那吃什么东西都没有滋味啊。最后一道，郑宝厨石锦龙凤羹。大人，大人来，我来喂你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好不好喝？哎，姐妹们，我们去陪大人领赏。我这味道全都忘了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好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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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味道好极了。有那么好吃吗？下三滥的手段，让我味道好得很呐！这汤真好。好，真好喝呀！哎呀，老板尝一尝吧，我们来品尝一尝这个。来，几位老板尝尝吧，尝尝这汤好不好喝呀？哎，老板，好老板，好不好喝？哎，好喝，好喝，我好好，老板，我再来点呢，怎么样？打四百元去了。这个古人云，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这女人跟饮食从来就没有分开过，是吧？蔡老板，这怎么办呢？我看不如这样吧，咱们请各位评审。大人，请问三位评审是否已做出评判了？是的，那么就投胎宣布了。那好，就请宣布吧。总督大人，我就斗胆宣布了，第三名是潮汐诗社，第二名是樱桃肉和银丝会并列第二名，第一名是石锦龙凤羹。娘，娘，我得了第一名了，娘。
娘，哎，来，你先坐啊。哎呀，啊啊，娘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你这么想不开？啊，我问你啊，我那包袱里的玉钗，是不是你拿的？啊？是我拿的。你拿去当了？是啊。你这个不孝的儿子！你呀、啊，你想把老娘活活的气死啊？啊？我不是啊。你看我死，我死给你看呐！你为什么来救我？干什么？为什么来救我？为什么救我？娘，哎呀，不是啊，我银刀都拿去当了。不过是一只玉钗嘛！好啊，你这个畜生！你知道不知道，那个玉钗对娘有多么重要？那是你爹当年留给我的定情物啊！啊，定情物！你这不孝之子啊！平时你对我怎么忤逆，怎么顶撞，我全都不计较。人家都说母凭子贵嘛。娘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靠不了天，靠不了地。我唯一能靠的就只有儿子啊，而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你却这么对我呀。那是你爹留给我唯一的纪念，你居然偷偷拿去当丢。我怎么养了你这个不孝之子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死了算了。娘，你不要这样吗？我不知道那是爹给你的定情物。我要知道那是爹给你的定情物的话，你就是给我十个胆儿、一百个胆儿，我也不敢呀。哎，娘，我给你磕头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娘不死了，别磕了。别磕了，快起来吧！哎呦，起来！哎呀，你呀、啊，你这个笨儿子！哎呀，你还嫌自己不笨呢？要把自己磕成白痴啊！我把娘害成这样，就是当场磕死，也是应该的。你这傻孩子！哎，啊，你还没说呢，你当了那个玉钗干什么用啊？到底有什么急用啊？啊，我、啊、那个总而言之，我把它当年换银子了。我、啊、哎，娘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啊，斗菜大赛第一名。嗯，宝初，你得了第一名啊。嗯。哎呦，我的乖儿子，哎，你总算对得起你死去的爹了。我说过，我是不会让郑家丢脸的。老爷，老爷，我这是总督府差人送来的。哎，老爷，嗯，爹，什么东西呀？这是总督大人特地送来的聘书。聘书？什么聘书？哎呀，哈哈，总督大人看上了宝厨的厨艺，让他到总督府去担任大厨。啊，真是太好了。有什么好的？山珍，吃出人生无头哲理。
情何须惊慌，日夜色夜心也罢，花难片片。